三个家都被我抄掉哇！你们这个是看，哎、欸，你们这个是那个猎人啊，然后再给那个小孩，就是哎、欸，来，我可以教你怎么猎，然后我先把他打惨，这样。赖的嘞！今天的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。重色的，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，啊、我都吸不到啊！吸用力一点呢、啊，吸用力、啊，用力一点，哦，用力速，来来来，用力速，买，他是给你错吸管了，谢谢你啊、哦！哎呦哎呦，阿辉，吃下去，交给你来叠。那黑玉一样策略到旁边，我帮你改，没问题。嘿，那再多吸一点。还在数啊，还在数啊，好啊，数多一点，还在数，还在数，对，数多一点，我要数点，数数数数数数数啊！你们身上如果有多得到那个超级球的话，就放箱子里面要给小光用的哦。好，好，要方便他生，来来来来来，对对对对，我要方便升级，方便他生小孩，对，方便他生，多生几个，多生几个，你可以生，都用到了。好，我马上来支援你。我们这一场，我们这一场多那个好不好？那个那个，多盖那个，多盖玻璃。我们这场多盖玻璃，多盖玻璃是不是？我来支援你了。有，我后面有一只黄队的也到了，我来帮你。我只吸得到一颗，来来，没关系，两颗两颗两颗，然后等一下先。黄队也很快耶，先升一下。啊、黄队也很快耶，黄队跑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好，你去拿中间，我去打黄队。好啊，黄队跑，黄队跑，黄队跑，没有办法。蓝队也到喽。OK OK， 蓝队这个速度，小光家里有人，随时跟我说。我马上回来，我去拿，球。好，这一场大家都在争中间的资源，所以有点硬。嗯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大家。蓝队是带着那个哦，蓝队带着那个 TNT 吗 ？TNT， 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他的武器很强，来喽 ，TNT 要来喽，蓝队小心，先冲去左上，先把他轰下去。我来，你们去看家里。其实我们可以买个弓箭，他们如果往上叠，就把他射下来。哎，其实可以，是可以，是可以，是可以。好，我买。对对，拆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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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买不起哦，他要14个，好贵啊！哇，好硬哦！哦，中间那个他们有点强哦，中间有点强。我们快点把中间的那个来了。哦，我死掉了。哇，我们快点把中间的那个打回来。嗯，优势，中间优势，你们 OK 吗？你们 OK 吗？我在高起球。哇，他生成真的蛮慢的。我等我一下。嗯，哦好。我等我一下。有力气，有力气。要拿胜算比较大的，是又换比较好的武器吗？木剑没有，木剑没有，嗯啊，你可能要换好一点的武器。好，那我们中间这两个带回去，这两个带回去，这两个带回去，这个带回去，然后我去升级。来，各位，各位注意，各位注意，来来来，帮你们加持一下，来自黑羽的祝福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进化了吗？我好像某种 NPC， 小心敌人哦。好，我再帮你们看，再帮你看，目前没来。我先一阶进化。好，我也要一阶进化，我来拼一阶进化。OK， 来，可以一阶进化的话，就先一阶进化。12个 Great Bro。我再去中间包包换好一点的实践之后，跟我来我这里。有，我来了，我实践了。好，这一波五秒钟，我们把它抢下来。来了，等我一下哦。进的那个给你，我拿了一个，我们先撤，你先撤，先撤。好，对，我吸到30秒这一波，你有办法守着看一下有没有敌人要来吗？你说我吗？可以。好，30秒这一波我们也。一把吸下来，小光做的很漂亮哎、欸！我先多先叠起来。目前中间都没人，目前中间都没人。超进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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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队回去了吗？还是还在中间晃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刚刚抢了就赶快跑。那我就跟小光换哦，我跟那个黑羽一起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要继续升，中间我要继续升。哇，高级球有点缺，你们如果可以帮我打死人，然后拿高级球回来就好。高级球是不是？没错，高级球。绿队跟蓝队是谁啊？从旁边路过啊。玻璃球，我需要你喽！我来，你后退一点。哦，有。有吧，摔死了！碎！我已经有些黄金，黄金帮忙升级。两只，有，没有，现在不够，还不够。两只，黄队嘛，差一颗高级就差一颗。你先撤，你先撤。他们要打我，他们要打我，要追杀我。没关系，不急。
家里的床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你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你继续。我还没死，可是我血不够，我血不够，我去。那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去。你有拿到那个吗？大师球吗？来，大师球啊，没有，来不及。没关系，这边有十秒的大师球，我们可以拿。各位注意，各位注意，来自黑羽的祝福。对呀，黑羽现在有了。有，我们现在有，我们现在有效率了，我们现在有效率。我懂了，我懂这个 game 怎么玩了。继续升攻击跟防御嘛，其他的不要升。攻击不用升了，就防御，就防御。防御，接下来就防御就好。好，好，他往上叠，我射他。好，射他。来来，射到吗？有，射到。注意注意，他没掉。小心小心。来了。来了来了。七。宝宝，你要弓箭吗？好啊好啊。我先给你好，你先换。我。哎呦，他下来，他掉了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等一下，红队。有来我们家了吗？五六。没有，他猜我们的路。OK， 好，小光这波抢下来。好。我想到，可以换你定一下哦。好，我定一下。哎，我先回去吗？对，回去。没关系，我这边定一下，等十五秒，小光，这一场我们站十五秒，在中间这个地方等。站十五秒，可以。十秒。他们很怕我们。他对啊，他疯狂围。蓝色来了，小光，你那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啊。蓝色，你后面来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那波波，你帮我去左边拿一下那个高级球好了。啊，差一点，左边差一点。他两滴血，你帮我补死他。他快死了。哎，他刚补，他补血，他补血，为什么？他的那个技能，怪，难怪打不赢。差两颗。有，我身上三颗，我放。没有，超级球拿走啊！超级球本身就很少了。对，超级球不，对。OK， 有超级球。有，我们速度算 OK， 维持。如果大家有高级球，帮我多拿一点啊！我缺，防御需要再高一点点。我们现在防御需要。对，可是目前这个武器好，五颗。小光刚武器是拿什么武器？差两颗，我拿十件而已。OK， 现在蓝色可能有点是我们的最大敌人，蓝色有点强。嗯，还剩什么？都还在，对不对？都还在。他们好，我们床没有爆炸，我们就可以重生。对。我去右边哦。好，去右边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可以。我手加。我在加。好。OK， 你再加好。那我换个枪。这波稳。我换铁线。来，各位注意，来自黑羽的祝福。对呀。是。哇，我们中间再冲一波。好，等一下。我再出一个炸弹。好，你们觉得基本装备拿一些什么会比较好？你们建议的基本装备就是什么铁剑之类的，铁剑对，就拿个铁剑，我们可以再升级一波嘞。对，那小光先吗？好，那我小光先好了。啊，不是，你已经超进化了，小光。哦，我超进化，我一开始你就让你超进化。啊，你看我超进化，对，这样。那我来，我还没进化。你们最后再给我就好，你们最后再给我就好。我们下一个给宝宝，下一个给宝宝。好。中间，快点拿一拿，我们快点把那个资源升起来。蓝队有点强哎。蓝队两那个其他队也都在处理，蓝队太强了，一起围殴他们，要不要？对，好。我从左边侧过去打他们。哎，等一下，蓝队左边哦，在吸我们的那个。蓝队还敢吸啊，冰鸟！哎呦，被掉下去！我看到，没关系，我先不过去，我守就好。我看，哎，注意，家里注意，有来，蓝队哦，来了，没有，中间跟那个 ，OK， 没事。我眼神把他盯住了，有，你看有，蓝队也在攻击。哦，他在炸，他不想让我们过去，他是有突炮我们啊。我觉得蓝队我们要 poke， 我差三颗，我死掉了，你死掉了，他打你是不是？中间了，我在抢那个，我在中间了，在十秒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蓝队过来，蓝队看我，他看你，来了，我来，不是他攻击好高哦，我把他打死，哦他补血，靠背啊。他会补血，他血太快了吧？那一只好强哦！那只什么鬼？你可以选那只，我觉得那只好猛哦！那只补血真的强。你们要加攻击还是防御？防御，继续防御吗？我觉得金苹果赢不了他，因为他速度比那个还快。你们要继续防御吗？防御，继续防御吧，继续防御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来，各位，来自黑羽的祝福哈！有，防御三阶，防御最高几阶啊？防御最高几阶？四阶吧，四阶吧，
四阶，哇，四阶要三，偷他们了。哇，四阶要三十颗，我觉得你们要偷，不然我们素材不会那么多。对，對有有有，我在帮忙吸，我也在帮忙吸。好，我们要去，我们要收蓝队，要收蓝，要收蓝。对，我们蓝队真的不行，蓝队这样子不行。蓝队好凶、哦，这样下去会有点凶。有，你们要帮忙吗？还是我顾家？我生的地啊，我生的地，他可以。蓝队，哦，力量弓箭，有人在看什么？有人在看这个，不不，有人在偷看我。我想偷袭被发现，直接龟缩回来，龟缩战法可以让我速度变二，然后防御变高，这是跳跃提升。火焰弹，我先换一些火焰弹去轰好了。好好好，换一些火焰弹，换一些火焰弹。我看一下，三十颗，三十颗，哇、欸！我没有用过火焰弹。敌人，家里，家里，注意，来了。来不及！哇，看这个喷血的那只，哇，蓝色的，好强哦！看他有没有用补血的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补血好强哦！补血那只就是不像是宝可梦的那一只，直接冲过来就直接补满，根本无敌啊！他一补血，他很多中正哦，不愧是后面可以用买的那一种。哦，你们死掉了哦！我们都死了吗？都死了。那个三只都打不赢他、欸，哇，真的扯。超硬！哦，他刚刚偷袭到我们家里，哎、欸，所以玻璃也挡不了爆炸吗？对，玻璃好像不行，好像不行，玻璃好像也不行。那我也知道了，下一轮我们这个样子用好了，好不好？下一轮一个人超进化之后，用黑曜石保护家里。来喽！哎、欸，第三道狗狗哦，新地图，哎呦，拿金卷在这里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你好帅哦！啊，你好帅啊！我的天啊，你有点帅，帅的，自己超进化啊！没有黑盾，没有黑盾，超进化了。SO，对，我已经直接超进化，一脸超进化的脸。那你还能往上升吗？我不行，但是我升上去之后是那个，嗯，加你的、那個、加你的一些东西是不是？能力之类的，力啊之类的有没有、嗯？那我们一样塞在那个里面哦，给小光。好，对，一样的战略，一样的战略。超级球给小光，然后我继续叠，然后收集高级球，然后升这样。OK。嘿，这次你收集完那边的高级球之后，另外一侧的高级球你也收集。哇，好，可以。敌人，敌人来了吗？有，看到，好快啊！解决，有，还有一只，打！哇，好像来不及，他们都过来了。可以打。哦、好，先，我帮你们挡起来。可以。小光来着，在我们这边。哪里？哪里？还有谁？追！你像偶像过去吗？有、哦、我杀了，我是一点几。他身上有吗？我没吸到。好来喽！啊，有，他死了，都没东西。好，我捡到一颗。你回家，速！我两颗。速度回家。你们可以哈。有可以。好，两颗回家可以，算是回来了，下第一波了。小光，你叠东西的样子好恶心啊！我去，你去远的，我去近的。回去吸到了，回去有，你给我回来了，你给我跳，这里 ，OK， 你继续扫，给他们压力，可以，有四颗，等一下东西弄好之后，我们这一 round 让我们的防御力变更高好了，我们刚刚会输都是因为被偷袭，然后就砰就直接对，所以我们那个要黑曜石可能比较好，对，直接绿队跟黄队打起来喽，好，那先不用理他们，我叠旁边哦、啊，你们帮我注意一下家里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来，我在中间。小波，你那边弄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你去看一下另外一个那个，你也去帮忙收集一下那个高级球好了。其实你出门之前，就是你先稍微看一下下附近有没有问题。来，我来支援你。有，我吸到。那换我回去。回去喽。好，你回去。哎呦，各位效率会。这样有人可以先超进化了。那个阿神吧，阿神先。等阿神回来。我刚刚用技能，我今天整条血变成半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各位注意，各位治愈。各位注意，我效率变快了。有，这一波换你。好，我刚拿了两颗回来。是有，爱你。啊，来不及，他们两个哦，还是一个。来了，全队，全队是不是？哇！哇！你还有一个左边。哎，啊，赫拉克，我被堵住了。哎，继续。跑过去了，赫拉克罗斯。赫拉克罗斯，家里两个看出绿色就好，我们其他人去其他地方。好，继续。黑羽去除平那个绿色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去那个，因为那是你的岛，你要负责。我去上他，妈嘞！我超凶，我先回去变成那个。好，那我先回去，我来。最终尽量。我他好凶，我死掉，我来，等我复活，来，我来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。
追踪进化，追踪进化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，也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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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好，你们那个，你们那个，记得就是攻击球再多收集一点就可以了。我吸两颗了，我吸两颗了，我吸两颗了。好的，我们来。来那个合成那个好了，我看一下最贵的那个是多少。小光，你可以来帮我吗？小光，哪里哪里？我来。左边左边左边，黄色黄色。左边吗？我来我来我来。黄色。等一下，你小心点哦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杀他杀他！你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好，有有，不会不会，他都没打到我，他都没打到我，他都没打到我。是是是是是。哦，碎了碎了碎了！等下我变黑了，我看不到，你带我带我变黑了。中间我在想来，中间中间我在走，我还没走到。那这一波给你守，然后我回去先把我们的家里。包起来好了，可以，好好好，杀到他们家了，杀到他们家了，继续，先杀进去，我把，我把，对的，我挖掉，挖掉，挖掉，哇，六六六，小光六，走人，走人，走人，包我包，小光六，小光，来来，小光，我现在去你家帮你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好好好，我拿三颗，我拿三颗，三颗球，三颗超级球，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哎，中间我在，中间我在，中间我在，好，那。等一下，换我手。哎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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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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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一两一两零。我们有有有，他冲杀会啊，冲杀会。我吸回去，我吸回去，我吸回去。换你回家，换你回家。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我们要交叉轮替。他怎么在空中？然后死掉了。这边有两只哦，绿色有两只在看。那你等我一下哦，我先拿球回去。我没有，可能可以进化了。小光，看看要不要进化。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把家里把家里堵起来，把家里。对对对，把家里堵起来。我们家里，我们你先把家里改装一下。你说你说用刀用 master 球黑曜石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用了。没错，好好好。我去乱边了，我去乱边。哎，注意注意，有绿色绿色，来来帮忙帮忙，左边左边左边，两只两只，两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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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死掉啊！注意注意注意。还有一只，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有，好，那我先改装，那我继续恶心啊，继续改装，继续改装，我改装。我们现在防御力多少？我们现在防御力二阶了，二阶了，要三阶，要三阶了。我上九，我还差十一颗，你们可以，如果可以帮我多打几个。好，左右两侧不都可以收集那个高级球吗？有，我有，我都有。有了，里面里面有包好了，我们效你们效率蛮高，包好了吗？有，我轮换一个，我轮换一个绿队的，他们要过去了。好，来，没问题。哎，绿队绿队，中间中间，上他上他。哎，绿绿队来了，但不用怕，我们家里现在已经很安全了。有，还想要来啊，冰鸟？不要，赫拉克洛斯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他们在干嘛？给他玩，给他玩。没有，说明他说，哎，杀死你！我哦，我两下，要杀死他们，要杀死他们，绝绝绝绝绝绝绝了。有，里面已经有包好了，再冲，正在冲，我正在冲。OK OK， 好，你恭喜绿队，恭喜绿队哦。就可以好好攻击，现在五个，我们差一颗球可以那个。各位注意，注意各位，来自黑羽的祝福。OK， 炸他们家，炸他们家！等一下，还没有爆炸而已，爆炸而已，把他们家的东西炸掉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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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小光好六，你啊，哇，你是阿沙辛哎，阿沙辛有啊，他们打不赢我，他们硬，我很硬。对，你看是不是？他说他很硬，还好吧？讲的好像我没看过一样。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你看过吗？你看过吗？没有啊，完蛋了，我觉得有点违。我觉得我有点。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怎么样？这边两颗带回去之后，你可以去超进化。我有四颗，我有四颗，我有四颗。绿队可以继续闹，绿队可以继续闹，继续闹，我继续闹他们。我觉得他们还蛮恶心，我恶心他们的。我去黄队好了。那这个给你，再给你一颗，再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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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、你们家吗？我们家吗？黄队、啊、没有，家里没事，家里没事，家里绿队在黄队闹，黄队是不是死掉了？黄队死光了吗？但是我刚刚路过的时候，他偷袭我，吓死我的妹妹痒了。你的妹，不好意思，你的妹妹痒是哪个部位？小光在一颗，你就可以超进化了。好，太好了，我要去恶心他们了，我要去绿队，我要去绿队。他们一直从中间上面上去哦，小心哦，有一个过去你们家，有我这边有十七颗那个高级球，完了，怎么了？怎么要下去了 ？OK OK， 下午带着 BOSS 下去了，你手绿队中间一个，有了有了，我挖掉挖掉挖掉绿队了，挖掉绿队太强了，你好六哦，你好六，便宜啦，我忘记这里面有神奇糖果了啦，现在大家买东西变超便宜。为什么？你要杀队友的话，好像会直接那个把东西送到你的那个中介箱。我去恶心蓝队了，我去恶心蓝队了，速度提升大家。哦，我，我们剩下蓝队，我们剩下蓝队，对，剩蓝队，我去恶心他们。好，我把绿队干掉，我把绿队干掉，我把绿队干掉，剩一两。小光六哎，小光六六六，
河毛教的，河毛教的好。强哎、欸欸，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师傅失望了，真的，我们没有让师傅失望。虽然我速跌还只会五六个，看看我们的师傅，师傅我没有死，师傅你看，师傅你看，你觉得河毛有有有，我再捡一颗那个，后继有人了。各位各位，哎、欸，我没事。怎么了？不够钱，我以为我也够，然后后来发现，我也可以，然后有人可以再超进化了，有人可以再超进化。我还灭他们家了，我还灭他们家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杀掉，杀掉他们一个人。可是 okay, 我都盖好，盖好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来，我来，我玩一个很可爱的东西。好好，来，让你们杀他们好不好？他们好像不行了，他们不行，这个我可以打赢。我要，他们我要把我自己变成火龙。家里有人哈，家里有人，家里有人，家里有人。啊，家里没人，你就有人。有有，我在旁边而已，我速度很快，还好还好。我刚好确认家里附近没人，可以行。可以超进化，小光要不要超进化？好、啊，哎哦，我又不用超进化就打赢他们啦、啊。好好嚣张啊！已经杀了五六个，他们还没把我杀死。各位注意，我们升到三级。你帮我拿炸弹吗？我们又往上。绿队死光了，绿队死光了。我绿队杀光了，绿队杀光了、嗯。你要换一些炸弹是不是？他们，我现在杀赚杀人数是不是？他们一直被我霸凌哎、欸，一直被我霸凌。我们是不是不用守家了？欸、小光第一次好像不用哎、欸，小光第一次玩游戏玩那么开心、欸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干翻他们了？他们超无助的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小光如此愉悦的声音吗？我们是杀人数吗？我们是不是不用守了？我们可以去了，对不对？我正在喷火龙了，你看。是啊，你这个你太过分了吧！我要帮他们家了。你这样太过分，我觉得你这样太过分了。我是当喷火龙啊，达克莱伊使用喷射火焰。来啊，我要挖他们家了啊！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等你，等你，等你。我们要见证这奇迹的时刻。啊，我屌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，你杀他们，你杀他们，你杀他们。哎，有我来了，我这样。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喷火龙，达克莱伊使用喷射火焰。达克莱伊使用喷射火焰，他们是两个，你们可以，你们可以留头给他，留头给他。里面有一个八号的，达克莱伊，注意他，达克莱伊喷射火焰，找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不打他，我不打他，我想要，我想要，我想要。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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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来来来来，我要耶！三个家都被我抄掉！哇，你们这个是哎、欸，你们这个是那个猎人啊，然后再给那个小孩，就是哎、欸，来，我可以教你怎么猎，然后我先把他打惨，这样。好，各位观众啊，今天结束啦，希望大家看床上看的还过瘾，也希望大家不要鞭太重啊，我真的很烂，我会考虑多练练床战的，对，之后阿神才会再邀我往床战，不然的话，我每个玩太烂就一个一个不会邀我，好啦，那各位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宝可梦床战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更多床战系列的话，假如这部影片突破10000观看，我们就会再拍下一集床战，耶、yeah!。啊、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是等看阿神什么时候再邀我玩场再才出下一集。好啦、啊、那就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下方个订阅喜欢。那各位也可以点一下资讯卡，看一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 Minecraft 系列，欢迎去看，可以在我频道看其他的 Minecraft 系列哦。那继续去追踪我个人 VHIYU， 按照我的粉丝团黑羽 IV， 追踪我的Instagram BLCK3284。那我有 Discord 群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